大家好，我是富途吴碧伟，非常高兴能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富途的企业服务富途安逸。富途安逸作为新经济企业的长期陪伴者，已经为超过500家新经济公司提供 IPO 分销跟 ESOP 管理等各类型的企业服务，已经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。富途安逸呢，是在2019年富途上市之后，我们推出了企业服务的品牌。富途安逸的业务呢，主要包括五个部分：第一个 IPO 分销，第二个 ESOP 管理，第三个线上的 IR 和 PR， 第四个国际配售和轻油股，第五就是大宗交易跟减持的服务。富途作为新经济企业的长期陪伴者，我们会不断地提高和优化我们的产品跟服务，更好地搭建从上市公司到一二级投资者的生态，希望能够为大家提供最好最佳的服务。选择富途，选择未来。